到了肥玉林不敢做的就是胸前开口，开低胸，哎呦哎呦，封起来连沈玉林都怕，这不是信任，把衣服脱掉，对，拿出来舒服。最后后来他就旁边，因为旁边还有另外一个男生，拿出来舒服，真的，是真的，真的，上去，号称可以跟玉林哥一样。做到很荒谬的女生哦，可能厉害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看，第一位是吴云凡，沈玉玲算什么？我封起来连沈玉玲都怕。哦，来欢迎吴云凡。哎，哎呦，吴云凡，小心小心小心，就做到了沈玉玲不敢做的，就是胸前开口，低胸。哎呦哎呦，这个你刚刚讲的是对对，沈玉林算什么？我疯起来连沈玉林都怕。这不是信任，把衣服脱掉。谁如果脱掉，我真的会怕。啊，谁不怕？请问你的三围是？三四 D 二三三三。那你的星座是？双子座。双子座。您在这个江湖上，外号叫快乐的疯婆子。对。为什么？就是只要朋友啊越熟，然后就越疯，然后就是疯到一个就是他们会吓到的境界，而且会觉得很荒谬。就是他们就会说：“天哪，原来你是疯婆子。”请问这种行为被打过几次？就是会错愕，就是一开始认识一个男生，然后他可能觉得，哎，男生呢？对，然后他可能会觉得你应该是很气质那一种，然后就越聊越熟，我也想要跟他当就是好朋友这样子，然后我就会开始做出一些很荒谬的事，然后他就会吓到。例如上礼拜才发生，哎呦，我就全部去玩，然后呢，我就突然间喝可乐，然后就觉得喉咙有一个。那个哎，差声就是很想打出来，然后我就觉得反正大家都这么熟了，然后我就打了一个，然后不以为然，对，打出来舒服。最后后来他就旁边，因为旁边还有另外一个男生，打出来舒服，真的，是真的，真的，上去，怎么觉得好像哎，五套脖套啥都可以，对，没有。然后结果因为他旁边还有一个男生，他马上以为是旁边副驾那个人打，他就直接打他一下，说你干嘛打哥？然后我就是我，我就在想我要不要承认，然后我就直接说。怎样怎样打个人怎样打个人会怎样，然后他们就完全超错，我就觉得一个就是漂亮的女生怎么会打出一个胃酸的嗝？那他是在多久距离就叫你下车？没有，他是打旁边的人，他以为是旁边那个副驾。那个男的要追你吗？那男生就我们都是好朋友，就是他没有想到说我会就是打嗝这么自然，放响屁打响嗝，对对对对对，之类两大忌讳的。对，打嗝会怎样？打嗝神明会降价，会怎样？然后就开始犯事了，对。犯事哦，你夏天省电费，一天洗五次冷水澡，就是我。很想吹冷气，你家也太热了吧？但我就觉得很热。然后呢，我姐就说：“我跟你讲，人家说就是脱光就不会冷，对，就像你们刚刚讲，会脱光嘛。”然后我就想说：“好，那我就去洗冷水澡。”然后就一次洗了五次澡。就洗完一次洗五次，洗五次要对，就洗完就觉得还是很热。那你讲话的文法也很荒谬，一次接了五个，一次洗五，一天洗五次，对对对。洗热水澡洗。其实洗完会热，我洗很冷，然后很冰这样。对啊，就完了以后，因为你的血液循环会更热。哦，难怪我洗那么多次，洗完会发热，而且会那个皮肤过敏，因为你把油脂都洗掉了。我有洗到，就是手，就是那个像我们游泳，对，是皱皱的。哎呦，你是用泡澡淋浴洗到手皱皱的？你因为我洗太多次澡。哇塞，你这个太恐怖了。你吃东西喜欢冷热混在一起？对，我就是想要，就是这个热的吃一吃，觉得又想要吃冰的，然后我甚至会去便利商店买冰棒配着吃，就是觉得这样很爽。比如说你吃辛拉面，对，这样吃，然后就吃一口冰棒，对，或是喝冰的饮料。然后我去吃饭一定要跟店员说我的饮料要先上，那我发誓不管吃什么，我的饮料不是最后一道，我都会说我要先上饮料，然后就一口。饮料冰的，然后再一口面一口饭这样。然后如果没有的话，像平常去夜市的话，我就会买冰棒吃。那如果不给你这样子，就不吃，就会去买饮料。你的胃会坏掉吧？对啊。我从小就你不觉得这样吃起来很怪吗？我觉得很爽，而且很好吃。不是，比如说你说冰的饮料，我们可以接受了。比如说吃火锅啊，喝一个冰的可乐 OK 吗？对。哦，比如说你吃拉面，喝个冰水 OK 吗？但是你吃拉面吃冰棒。我觉得这样很好吃，你下次可以试试。那可是不把冰棒直接插在拉面里面。不行啊，还是要冷热冷热的感觉。冷热冷热 ，OK。那你为什么要吃？你为什么要吃过期的食物？我就是买了一个
那个微波的食品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哎，我现在有点饱，因为我是吃一点点东西就会饱的。是。然后我就想，我冰起来，明天再吃。殊不知那种 Seven 就是那种便利商店，他们是隔天就坏了。然后我就觉得有点浪费，我就越吃，我就问我姐说：“你确定要吃吗？”她说：“吃啊吃啊吃啊，反正你有常常有便秘的那个习惯，你就吃。”然后对她说：“你吃了拉肚子没关系。”我说：“哦。”然后我就吃，哎，怎么越吃越怪？我说。姐姐，我怎么觉得我在喝啤酒？它已经有那个啤酒发酵的那个味道，然后我还觉得上面因为那个我是买意大利面，上面还有那个香肠火腿，我就说我觉得这个不吃很浪费。姐姐说对对对，赶快吃赶快吃。你知道我就很听我姐的话，我就吃吃吃，吃完之后我就瞬间觉得很想吐，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喝很多酒的感觉，所以吃过期的食品会有那种很像喝到酒的感觉。你姐到底是不是想得到你们家的房子？是亲姐姐。对，亲姐姐说你那个是姐姐还是路人？这是姐姐，因为我姐姐觉得我很调皮，然后她就常常会恶整我。你有男朋友？我现在没有。那你交男朋友会给姐姐看吗？会。如果她说不好，我也会觉得这人好像真的不好，那我就跟她不联络。你喜欢什么样的？就比较阳光。阳光？对，阳光型的。你看你旁边这个阳光吗？还可以啊，啊，他戴了一个墨镜，感觉可以遮阳。硬假，硬假，硬光。没有，真的要。谢谢谢谢。你吃东西喜欢重口味，对，所以你会带很多酱料。我吃水饺。锅贴，然后呢？因为我很喜欢酱，然后我曾经就是店员，就是老板有看到他撒盐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就开始挤到我的锅贴跟水饺在酱油膏里面游泳。然后重点是他们以为我在玩食物，以为我没有要吃，但我真的吃了，而且我吃的超开心的，我觉得好好吃。对，我妈有骂我，她说你真的不能常常这样，你就常常这样，你以后就没几岁的就会死。我跟你讲，吃太咸会影响脑子，你看你脑子怪怪。那你现在你是年轻，就觉得很好吃。我现在有收敛一点的，然后就会再这样吃下去哦。你准备洗肾哦。我妈有这样子。你再吃下去应该没有以后了啦。可是真的很好吃。没有以后，真的很好吃。到时候你会跟那个水饺一样傻，就水饺最傻。因为人家说傻最屌，果然你们是师出同门啊 ！OK 啊，那我们今天既然你是重口味的，对，来，小弟挑战吃披萨。哦，这个太红了吧？这个，哇塞，这是怎么样？一人一片啊，还是一口？你们就是比赛谁能够最快吃完呢？吃完，你不要煽风点火。看这个辣度，对，这个到底辣度如何？哦，这不能边吃边呼吸哦，这个要对小心哦，吸到鼻孔里就挂掉。哎，没有人，他这粉块比料还多哎。一到十，你觉得这个辣度是多少？它是后劲越来越辣。我觉得有辣到变咸的感觉。哦，那你就爱吃，那你就更爱啦。所以我现在很尊敬。他需要给你一支冰棒吗？不错哦，感觉可以配一个冰棒，只有那个棒。我刚从冰箱出来，可以吗？下流，什么东西？来，一到十，辣度多？八还好。八还好。我刚刚吃到个山，我刚刚吃山。它口感像嘴巴里面有青苔啊，就是。他说比较咸，是不是？就是辣到变那种很像麻辣锅那种，这味道不像是辣椒，但它有点咸掉了，很想知道要不要吃一个。它是那个红盐巴，类似像韩国辣椒粉的感觉是，就是咸咸的，它像是吃那种饼干的那种辣，就是那种。其实这个不瞒各位说。我们那个节目常常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举动，来，请坐。我们节目也在尝试，对，也不知道目的是什么。